一本女友说要带我去吃中餐，好有中国味儿啊！不用，坐着休息休息。这太有中国味儿了，对吧？不知道好不好吃？看热闹啊！看热闹，这边微信没发。麻婆麻婆香面，嗯。我吃，你吃这个？那要不卡拉啥？但我的是可乐要十六。我说没没吃可乐有。没吃可乐有，我的是洗身精的可乐，真正的就卡拉说过来。怎么呢？今你一牛一呢？没想到这麻婆香面这么能吃辣，我去！有这么辣，都能吃。我的是可乐，你卡贝勒的没有？嗯，卡贝勒那一带的感觉的。結構辛いもの食べれる。だから、していいから、全然大丈夫です。大丈夫、大丈夫。做事上媳妇儿没问题。有那个中国人专门用的菜单吗？给我拿一个。谢谢啊。给他尝一下这个菜单。有没有卤？有没卤。有没卤？有没卤。你看不懂吧？怎么。牛肉段，小鸡炖蘑菇。你要点一下菜，点一个这个牛肉段，酱鸡骨，红烧带鱼，干锅肥肠，小笼包两份啊，口水鸡再来一个，那有了啊，嗯，口水鸡啊，这个牛肉段，你尝一下。咖啡流，嗯，再来吗？嗯，嗯哼，放心，给我吃一口，嗯，啊。嗯，好吃。嗯嗯，你再尝一下这口水鸡，可能我也吃嘛，红斑斑鸡，这是我吃过还是他们店比较正宗的一道菜。嗯嗯，好来，嗯，不赖吗？怎么说呢？就是你尝一下就知道了。你戴上这个手套吃。对，可能在那边。可能在那边的呀。日本人吃的那玩意吗？卤味。肉食べればいいか。肉だけ食べる。これもう食べるとこない？你这个还有这么多肉？まだいっぱいあるよ。どこ食べればいいの？给我吃。不能浪费啊，兄弟们，咱们把剩下的骨头给啃了。这里面的你觉得哪一个最好吃？快这个啊，牛肉段，妹子很喜欢吃东北菜。我的菜。没有四块五的牛，买了这一堆东西。今天给日本妹子做一个生姜炒肉。ね、肉洗うの？洗う。肉洗ってる人見たことないよ。你们都不洗肉吗？これ食べたくない？嗯？これ食べたくない？洗わないと。綺麗だよ。这个不洗都脏死了。なんか手伝うことある？没有，那也。かった。今天做了两个菜，一个是生姜炒肉，还有一个黄瓜蛋汤，放好了。啊，你敢躲？嗯，那个看不懂米奈呢。嗯。给他配肉。我在跟米奈呢。米奈，嗯，我坐这儿了。大丈夫だよ、かわいい。日本の料理も美味しい。日本料理有啥料理啊？料理点了你啊，美味しい。そば。そば、那个什么荞麦面，乌冬面，阿朵啊。天妇罗，嗯，这玩意儿天天吃都吃腻了，感觉咱还是咱们这个中国菜好吃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我是。OK。今天给日本的朋友做一个蒜香鸡排。
彩蛋。东北铁锅炖。东北铁锅炖。东北铁锅炖。啊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兄弟们。